大余县位于江西省西南端的大余岭下，而大余岭纵走于赣粤之间，因此大余也就成了江西的南大门。大江东去几千里，余岭南来第一州，便是豪放派诗人苏东坡赞誉大余的神来之笔。唐朝开元年间，大余岭上的梅关驿道开凿后，梅关变成了南北之官窑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的南北通衢要道。梅关驿道的开通给南蛮之地的大余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也由此成了诸侯列国争相拼夺的军事要地，以至于繁盛之际的大余多有战火侵袭，匪患骚扰。也就是这个时期，大余集村康氏族人为了捍卫家族，抵御匪患，从而引入了抗倭名将戚继光创造的戚家军阵势变化操练和格斗机次操练，并作为族人自卫健身技艺，在康氏宗族中世代相传，至今已有400多年。据当地人讲，当初操练的只是戚家军阵势变化和格斗机次战术，并非舞蹈。那么是何种原因使得这套戚家军士兵操练战术慢慢演变成舞蹈呢？虽然戚家军这套操练战术只是一种训练方法，但它的队形变化和动作招式却极富舞蹈性，因此天下太平后，这种作为强身健体延续下来的技艺也就成了一种民俗活动，继而成了节庆乔迁时的一种表演形式，并称其为旁牌舞。如今逢年过节，康氏族人都要聚集于宗祠厅堂，隆重举行祭祀仪式和旁牌舞表演。进入祠堂后，康姓男丁均按辈分坐定，然后由一长老在神台前焚香点烛，率众祭拜天地和祖先。祭祖仪式结束后，紧接着敲锣打鼓开始旁牌舞表演，随即表演者们整衣卷袖，操起兵器，在舞狮的指导下进行一对一散打表演。大余旁牌舞是一种表现古代士兵操练的舞蹈，内容多为模拟敌我双方步骑两军对垒破阵作战情形。表演时，己方为步兵，左手持圆形旁牌，右手持腰刀；敌方为骑兵，左手持燕尾形旁牌，右手持长短兵器。表演时可分阵势表演和机次表演两大部分。大余康武的旁牌舞，它的基本动作实际上就看马腿蹲错步，这个刀呢在底下。为什么看马腿呢？据传戚继光抗倭胜利了以后，朝廷
把他调往北方紧守边关。他设计了一套战术，哎，在练兵设计当中体现出来，就是怎么如何对方对付北方的骑兵。南方的人在骑兵作战上肯定是踢不过热兵的北方人，所以他就设计到一套特有的作战。大鱼旁排舞的阵式表演主要有圆窝阵、长窝阵、四方阵和一字阵四大阵式，各阵式布局各异，彼此独立却又相互联系。戚家军的练兵实记中曾这样记载，各排手即中军伺候，二人一排，务要遮得身为妙，先于界河，此即马足。又载闽金边发表旗点鼓，摆队伍喇叭，各兵照旗相或方位，四门应冲之导。圆窝呢，主要就四个人组成，一组，一组呢，就端到一岩壁上给都请示，金字牌的呢，燕子牌的人呢，就当好像是铁骑兵，围着圆窝军营圈，军圈以后在上面打一下功夫，打一下呢，跟那个大旁边的四个人呢，就往边上滚出去，搿个圆窝。长窝阵是阻挡敌骑长驱直入、利于步兵击刺的一种阵势。表演时，四个步兵弓背蹲于地上，并持旁牌遮盖全身，搭成横阵；另一人则持燕尾形旁牌绕长窝一圈，站于阵后，易于敌骑被长窝阵阻挡，然后于阵上方翻滚至前。随即弓背蹲于地上的步兵抽出腰刀做各种砍马足、刺马腹等动作。司马靖呢被铁骑兵呢拿到棍子，把四个大同伴给你站起来以后把他压到，压到以后再往外面伸，伸了以后他就再还就是一次劲，一次劲。一字阵是步兵列成横排，以压境之势向前冲锋的一种阵势。表演时，四个步兵一字排开，单刀怒向，奋勇拼刺；敌骑则持棍棒一一横扫步兵，最终却被坚不可摧的一字阵所击退。与阵式表演相比，大鱼旁排舞的击刺表演则更为激烈。表演分三种形式进行，一是由持旁排的步兵分别与持双斧、双刀、双剑、钩镰、扫子等短兵器敌手对打；二是由持旁排的步兵与持棍、花耙、长刀等长兵器敌手对打；三是长短兵器对打。三种组合形式其表演套路大同小异，主要有上刺马头马眼，下砍马足马腿，左下击打左马足，右下击打右马足，左转身击打左后马足，右转身击打右后马足等等，一次一档，套路分明，弓步随身，出击如风。大鱼盘排舞的节制动作，首先砍马腿。第二个节制动作，呢，就砍马的腹部，把马的腹部轻撇的去。第三个是接马的眼睛，马的头部。
看过大鱼旁排舞阵式表演的人总不免要问，他的列队布阵表演为何总是五人一组呢？这是因为古时的戚家军均以队为基本建制，队下设两伍，一伍长带四兵加上伙夫，每队共十一人。戚家军练兵实际中这样描述：横看一伍者，即在左之伍也，所管三五七九和四名；二伍者，即在右之也，所管四六八十和四名。伙兵总于队长管束，可见每伍皆五人。而戚家军平日则一伍一伍分操训练，即四人布阵，一人模拟敌骑。如此说来，大鱼旁排舞的五人一组列队布阵表演，均延续着古时戚家军士兵分操训练，从而也让我们感受到大鱼旁排舞的原始风貌。大鱼旁排舞的名称也是颇有考究的，据资料显示，历史上曾有旁排、澎排之称，实际上不论是旁排、澎排均为盾牌。后汉书袁绍传睡盾而行注典籍中这样注释：盾今之旁排也。旁在客家方言里表示挡、顶推的意思，这与盾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大鱼的旁排分圆形藤制旁排和燕尾形牛皮旁排两种，属防御性兵器。进攻性兵器则有棍、长刀、长枪、花耙等长兵器，和腰刀、双斧、钩镰、双剑、扫子等短兵器。大鱼旁排舞的伴奏均为民间打击乐，主要曲牌有过三板，伴奏乐器有大鼓、小鼓、大锣、小锣、大钹、小钹等。轻重缓急的锣鼓伴奏，跌宕起伏地烘托着两军对垒、短兵相接时的战斗气氛，形象地增强了旁排舞表演的艺术效果。大鱼的旁排舞的那个乐队啊，主要是由民间打击乐，哎，这个大鼓、小鼓、大锣、小锣、大锣、小牌组成。它的锣鼓经呢叫过三板啊，哒贼哒啦盘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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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贼哒啦盘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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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贼哒啦盘宽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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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随着这个那个武术的排练的，随着这个经验，它可以渐强渐弱。哎，下面呢就请我们这些师傅演奏一下过三板。我们知道大鱼旁排舞源自于戚家军士兵操练战术，而大鱼集村康氏族人也是为了捍卫家族、抵御匪患而引入这套战术的。问题是，戚家军当年驻守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康姓族人中又并非有人曾为戚家军，那么是何人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引入的呢？据当地老人讲，这与大鱼旁排舞第一代传人康明生放牌南京有关。拍拍山歌，放
康明生多年经营着木材生意，有一年康明生放牌到达南京，无意中遭到了地头蛇的敲诈。戚家军出身的钟凤仪这时正好路过，几下拳脚出手，便吓退了几个地痞，救了康明生。康明生在谢过之后，当即跪地拜请钟凤仪为师，而后便在习武的同时学到了戚家军士兵操练战术。学成归来后，康明生便将这套战术定为族人必须学习的健身技艺，以致在康氏宗族中世代相传。据大禹集村康姓族谱记载，庞排舞自明朝第一代传人康明生始，至今已传承21代。400年过去了，脱胎于戚家军士兵操练战术的大禹庞排舞，依旧上演着刀光剑影、战马奔驰的古战神威，感受着悠悠古韵，品味着厚重文化，不得不让人思绪万千。大禹庞排舞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失其原貌，它形象地再现了400年前戚继光镇北练兵的宏大场面，使这一古老的军事与舞蹈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